大家好，我是露露爷，欢迎大家收看 Mom TV。 我今天呢要来跟大家示范野餐的小点心，你们也可以在家里自己 DIY 哦。那我先来处理奇异果的部分。奇异果削完皮之后呢，我们先对切，然后再对切，大小呢大概就是以一口吃的大小为主。那排列的方式呢，我会把最甜的摆在后面，最酸的摆在最前面。好，然后再放上我们的奇异果。奇异果如果是很熟的话呢，它都蛮甜的。然后再串上我们的番茄，最后是凤梨。好。